老公，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呢？昨天我去公园看到一个老头打太极，打得挺好，然后我就说，大爷你这太极打得挺好啊，然后那大爷说，这算啥呀，还有更厉害的呢。嗯，小伙儿，你使劲你全身的力量集中到你的拳头上，往我身上打一下看看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一看这老头挺自信啊。嗯，然后我就用尽了全力给他来了一拳。嗯，哎呀，结果这老头太狠了。咋的了？讹了我6万块钱。讹你6万块钱？是啊，那后来我就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让他来帮个忙，我朋友帮我来讲价。嗯，从6万讲到了2万。后来我一想，我这朋友帮了我一个大忙啊。嗯，帮我从6万讲到2万，多省了4万块钱。是啊，我合计我买点水果上他家去感谢感谢他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问问他在没在家。嗯，他说水果就不用买了，刚才打那老头是他爸。